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3页，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看起，从注解看起。圆满悉所愿，悉所愿就是法藏菩萨于五劫中尽心求所戒得之48大愿。这是叙述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行菩萨道的时候，由于悲心特别重，希望能够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向世间自在王请教，能不能满足他的大愿？世间自在王叫他去参学。设地去观察，诸佛刹土里面有好的地方就采取，不善的地方就不要。他用了五戒的时间，每一种佛刹土啊都参访过了，一个也没有漏掉。总结成48愿。48大愿不是凭空想象来的，也不是他老师教给他的，他实际考察得的这个总结。那么依这个总结来建立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即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乘。啊，诸佛刹土里头的精华都在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全都看到了。啊，是极乐世界是这么来的。那么建造极乐世界目的何在呢？就是今天所说的这两句经文，圆满习所愿。习所愿是过去参访的总结48愿，一切皆成佛，十方诸佛刹土，一切六道众生，希望他们通通往生极乐世界，圆满证得究竟的佛果。这真正不可思议 啊！说法的本事，本事就是48大愿，夜夜功圆果满。功是指修学，功德圆了，果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满足了，48愿愿愿兑现，这才叫满。啊，故名圆满习所喜，习所愿呐。一切皆成佛，此指一句，奇哉奇哉，粉碎虚空啊！此正是48愿之本体。从此一句流出48愿，夜夜之愿呢，也只是闲词一句。聂老在这里住得好，啊，这一句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啊，聂老称奇哉奇哉呀，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一切经里头没有看到有这么一句。啊，那么这一句正是48愿的本体。48愿就从这一愿里头流出来。阿弥陀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啊，所成之佛跟他完全平等。啊，不会说所成的佛比阿弥陀佛次一等，没有。与阿弥陀佛平等成佛。啊，那么既然是大愿的本体，我们就晓得从这一句流出48愿。那么每一愿都是闲词一句，就是一切皆成佛。啊，愿愿都是闲的一句啊，往生论为三种庄严，
佛土、佛菩萨，若一法具，一法具者呢为清净具，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那么这个清净有两种因质，何等两种呢？一种是气世间清净，二者众生世间清净。这两句我们参考资料里的有，从三藏法述记录下来的气世间清净，为世间世界如气，气是个器皿，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的都称之为气。为世界呢，就像气一样。个别名是，见差了越见，故曰气世界。是从时间上说的，有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个别。世间这个间呢，说作世界也是一个意思。它从空间讲的，有四方，有四维，有上下。所以这个叫见。整个世界也是一个气，所以叫气世界。为彼安阳国土，安阳就是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不安，极乐世界安稳。我们这个世界养，样样都要靠自己。极乐世界的养不需要靠自己。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来供应。我们想什么，什么都现前。所以安阳世界是弥陀48愿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这个世界没有边际，广大无边，如太虚空。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包不包括在里面？包括。安阳世界有多大？遍法界虚空界。所以它没有边际。中国古人所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两句话用在西方极乐世界非常恰当。清净光明
如日月轮。啊，这个世界清净，没有污染。这个世界光明，没有黑暗。啊，也没有阴天。这个世界上没有落雨。啊，没有听到这声，极乐世界下雪，要落雨，没听说过。极乐世界没有风灾，啊，风灾、水灾、火灾，通通没听说过。所以它安了，有三灾不安了，没有三灾，这是安了，啊，安稳。啊，在那个地方养道、养心、养道，啊，居足珍宝庄严，使名是七世间清净，啊，无量珍宝，随众生的心意。自然现前啊！你想什么，什么都现在你面前。啊，七世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修行的环境、生活环境啊，上求下化的环境。都包括在这一句里头。下面接着众生世间清净啊，为所化众生，个别见察，故曰众生世间啊，众生差别在哪里呢？程度不一样。啊，从程度上分，好像的时候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啊，初级班的是同居土，中级班的是方便土，啊，高级班的是十报土，十报土上辈往生。方便土中辈往生，同居土是下辈往生。三辈往生长，细说这些状况，未必阿弥陀佛，于一佛土，身不动摇。他坐定了，于一切时放大光明，现能遍知十方世界，教化众生，令其如实修行，立诸染浊，戒愿往生我国。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是名众生世间清净。这两段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气世间是物质生活的环境。众生世间到那个地方跟我们相处的大众啊，我们也要往生到那里去
所以这对我们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只举了阿弥陀佛一个人，一切一切，每一个往生到西方世界的人跟阿弥陀佛都一样。一心安住在极乐世界，身不动摇。如如不动啊。这个身不动摇，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肯定你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进入讲堂之后，你就坐定了。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睡眠，他是法性身，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是阿赖耶的相分，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我们误会了，把阿赖耶的见分当作是我的心，把阿赖耶的相分呢当作是我的身。阿赖耶是生灭法，刹那生灭。阿赖耶的身跟心都需要养分。没有养分，说实在话，他也不会死。生死了，人道死了，落到鬼道没死，落到其他道去了，他就投胎去了，所以他没有死。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肯定啊，不能怀疑啊。如果人死了就完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何必学佛呢？不必学了，学它毫无意义。真正的事实真相，人死是身死了，死了以后还有个灵魂啊，那个东西不死啊。灵魂需不需要饮食？需要。但是没有饮食的时候，他也不会饿死。他有饿苦，感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饿苦，他有苦他不会死。他遇到缘，他就投胎去了。缘是自己结的，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要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决定不结恶缘，跟恶众生也结善缘，要善到底。他伤害我，甚至把我的生命杀掉了，也没关系，也不要有怨恨，结善缘。永远跟人结善缘，我们在六道的时间就不会很长，一定会超越六道。跟六道众生善恶缘通通都结，很难离开。为什么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这个事情真麻烦了。佛教我们随缘，善恶缘都随，决定不要放在心上。这高妙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心上只有极乐世界。我们这一生寿命终了，决定得生净土。那这个经文我们要多看，遍遍看。为什么？熟悉老家了，我将来要回去啊。那边的环境我熟悉，那边的人事我熟悉。熟悉环境，熟悉老家。越熟悉，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我，我们怀念的那些人，通通都来随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看，上品上乘，一千尊诸佛，率领着菩萨、声闻、缘觉，随同阿弥陀佛来接引。上品众生有五百，前头一千尊佛了，五百佛菩萨了，这个不熟不行啊，要熟透啊。弥陀身不动摇，于一切时放大光明，光明里头就有化身。化无量无边身，悉能遍知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这是佛。我们呢？我们的身呢？也不动摇，在弥陀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于一切时我们也会放大光明，也信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干什么？供佛啊，供佛闻法了。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我们的化身。供佛是修佛报啊，闻法是修智慧啊，佛慧双修啊。这都不间断了。所以在极乐世界成就佛慧，不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找一个好老师都找不到，往生到极乐世界，老师全是诸佛如来，通通是你的老师。你没有见不到的，你想见的没有拒绝你的。这个不能不知道。佛师众生有感，他有应。我们往生去到极乐世界，是祝福。有感，我们应了。一切诸佛跟弥陀同愿、同德、同心。
都希望帮助我们快快成佛了，都是这个心的。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主，十方一切如来是伴。帮助阿弥陀佛来教化我们，想学佛，想成就佛的圆满智慧神通道心。你不到极乐世界，你到哪去？极乐世界是成佛的速成版、保证版，一个不漏，个个成就。经典熟透了。我劝导年轻的同学们，你们时间长。修净土，无量寿经要念3000遍呢。3000遍不多啊。过去发达禅师诵《法华经》3000遍，他就见六祖，《法华经》比这个分量大多了，差不多10倍。这个经文经的经文只有《法华经》1/10了，3000遍不难呐。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至少要从头到尾看满300遍。你的心就定下来了，你就得念佛三昧了，根利的你就开悟了。不要找老师，自己在家里干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呐，你自然就通了。这个注解，你要是读300遍，一个星期读1遍，1年读50遍，300遍6年。无量寿经一天念10遍，大概1年就完成了3000遍呢，不难呐！下定决心，锲而不舍。一直下去，每一天10遍经，一个星期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看1遍，这就是修净土的定库。看明白了，依教奉行，不能光说不练，
经典里面教给我们怎么做的，通通都做到了啊，都明白了啊。你取西方极乐，决定是上品上乘，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所以这个里头有几句话，令其如实修行。啊，照经上所说的，老老实实去修行，立住染住。啊，什么是染住？娑婆世界、气世界是染住，有情世界也是染住。对这个世间的一切都要放下，都不要放在心上。啊，戒愿往生过苦，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接受啊阿弥陀佛这样的教诲。极乐世界没有恶人呐，恶人不能往生呐。啊，《弥陀经》上说的很好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三桩：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我们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少了不行啊！啊，这时候极乐世界的人事环境多好，现在这个社会，好人少啊，不好的人多啊。啊，真正给我们说老实话的人少啊，花言巧语骗我们的人太多了。找一个好人真不容易啊。啊，现在人真是太难了。啊，父子都互相欺骗，夫妻也互相欺骗。没有真正的朋友，都是利害。有利的时候是朋友，没有利的时候是敌人。那是冤家对头，这个世界多可怕了！这个世界还愿意住在这里吗？聪明人早就要走啊！啊，有人告诉我，他说我的寿命还有十几年呢，我听了都害怕了，都流眼泪，我还要受十几年的罪呀。啊，说话的人不是普通人。
我的寿命早都过去了，来到这个时间，寿命是45岁。45岁，这个寿命全是佛菩萨加持的，不是自己。佛菩萨加持我干什么呢？无非是表法。我们跟夏年老、黄年老走一条路啊，一个慧心，一个集注。我们担任宣传工作，把这个法门发扬光大。过去所讲的一切经都是铺路。现在专修专弘，这康庄大道啊！做给大家看呢，这真的不是假的，没有第二种选择了。无上妙法，无上神妙禅，都是佛说的。所以我们除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念之外，没有别的念头。众生世界清净，众生世界，这里有个简单解释：为一切有情众生，这个有情就是有情世，有情世界。也就是我们讲众生里面的动物，它有思想的，有情众生，借假无因合伙，众共而生，名为众生。这个叫众生世界。又复各个差别不同，故名曰众生世界。各个差别不同，那是无量劫来。造业不同啊！受报不一样啊！生生世世累积在阿赖耶识里头，变成阿赖耶的业习种子。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就以我们人道来看，我们生到这个人间，影业是相同的。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身。
我们都到人间来了，都得了人生。啊，这个营业是无界实相。啊，那么在中国，没有学佛的人的人生是五伦五常八德，是这个意思。啊，五伦五常八德了，跟佛法里头的无界实相功德是平等。啊，修得很好，到人道来了。虽然得人身，到人道来了，福报不一样，贫富贵贱，贤愚不肖，啊，智慧不一样，福报。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就变成一样了，智慧也一样，福报也一样。啊，怎么知道呢？阿弥陀佛第二十愿讲得很清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就一样了。阿惟越智菩萨是圆正三种不退的菩萨。啊，这三种，第一个是位不退，第二个是行不退，啊，常行菩萨道，不会退到声闻缘去。第四个是念不退，啊，念念去向无上菩提，啊，不会退转。这是十宝图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个个都圆满。真真不可思议。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你不去就错了。这个世界不可以留念的。啊，好事可以做，做好了之后，功德都给他们，谁要给他？啊，往生极乐世界带不去的，你建立的大道场，道场带不去。啊，那么极乐世界的道场比你这里庄严多了。你建很多道场，还没有一个道场啊是用七宝建成的。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宫殿居住的楼阁，啊，众宝庄严，这个世界不能比。啊，完全是自信。功德，弥陀本愿加持。所变现的。
啊，提供大家做修行道场。我们看下面文，经云：一切皆成就，即显此二种清净。本经全持功德品云，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啊，这是说切保持八功德水，水能随众生意，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流水有音声，你细细的听，或闻佛法三声，就是三宝声啊，他在那里赞叹三宝啊，或者闻到呢波罗蜜声，波罗蜜是真实智慧与自信圆满相应的智慧，听到这个声音，啊，或者是甘露灌顶受卫生，听到佛与菩萨灌顶。为菩萨证明啊，他修行呢正果了，得闻如是种种深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这些话我们要学，啊，在极乐世界，眼见种种色相，耳闻种种音声，心是清净的。换一句话是，对所有境界，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换一句话是，你的清净平等心没有被外面境界所动摇啊，不会生起贪爱的心，不会生起占有的心，为什么？他随心所欲，想什么什么都能现起啊，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啊，痕迹都找不到。真正的大自在啊。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心。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清净平等觉，真的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愿同心啊，你说他怎么能不往生呢？啊，正直平等呢，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得闻之。
所不与闻呢，了无所闻。你想听就听见，不想听声音就没有了。你想看你就看见，不想看现象也不见了。随心所欲。啊，六根接触，我们这里讲六尘境界，那不那个地方不是尘的，尘是染污，那个地方没有染污啊。啊，六根接触的境界，都是清净不染。都帮助你长养善根，与法通通相应。啊，喜欢听的，你就听到了；不喜欢，不喜欢就没有了，了无所闻。永不退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永远不退，无上正等正觉。啊，不像我们这个圈学习，有进有退。初学的时候，功夫不得力，退多进少。啊，总得有。相当功夫，啊，十年、20年，有一点根了，啊，能够不退了，这是好事情，啊，能不退，说明你有进步。啊，这个进步是很明显的，心清净了，妄念少了，杂念少了，啊，智慧常常现前了，念佛的佛号啊，慢慢感觉到不间断了，这好事情。佛号能够不间断，就叫功夫成片。但是啊，不间断里头不能夹杂妄想，不能夹杂妄念。啊，佛号是不间断，里头有妄念，有杂念，功夫不纯，那不叫成片。啊，不夹杂妄想杂念才叫成片。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只想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都不想。用心要专一。降西方三圣，不如降一尊阿弥陀佛。专一印光大师在苏州啊，闭关的时候，关房我就看过。他的官房不大，大概面积跟我们这个摄影棚差不多，隔成两间，一间卧房，一间是佛堂。
佛堂里面只供一尊佛，阿弥陀佛。啊，我看到的是一对蜡烛台，一个香炉，啊，有一盏油灯。一个迎亲，一个小沐浴。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啊。墙壁上写了个大字“死”，是老人自己写的。啊，每一天念佛，面对着事实。别人念佛还求生呢，老和尚念佛就求往生。挂上个十字，提醒自己，万缘放下。啊，死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啊，提醒自己，我们再看下面注解，是水者。无情之气味，啊，水也是有矿物，它没有情识，何以能有如是无量妙用？应机随意，欲闻则闻。又居如是不可思议殊胜功德，能令闻者永不退转。是知一真法界，一毛一尘，无不圆明具德。这里的这些话，以前呢，我们听不懂啊。为什么呢？把水看作是无情之物，它怎么会有这些妙用？啊，现在我们明白了，日本江本博士做的实验，台湾刘医生他们也有个实验室，做的实验比江本博士更精彩。我这次去参观了。他们用的机器比江本博士的新，江本博士大概是二三十年以前那一种显微镜，啊，他们用的是现在最先进的，啊，说明什么？说明水有钱。找个无情的找不到哎，气世间也有情呐、不仅是有情，它的情明显啊，你看得出来很明显。
啊，气世间的情，你看不出来，它真有。啊，花草树木有情，你爱他，他爱你，你真爱他，他开的花特别美。他供养你，特别香，啊，跟你交流啊。你要是不喜欢他，讨厌他，啊，他逐渐就枯萎了，长得很难看。这一桩事情，这是宇宙的奥秘，被近代科学家揭穿了。让我们对于《华严经》上一句话，不再有疑惑了，叫“情与无情同源种植”。以前这句话几十年呢，我们都没办法解释。有情成佛没问题，无情怎么成佛？啊，现在晓得，情与无情同一体呀。感觉都非常的敏锐，而且感触的时间都非常短暂，波动频率是1600兆分之1秒。啊，真正起感应的作用，所以真真实实是由如是无量妙用啊，应机随意，你想见就能见到，想听就能听到。又具如是不思议殊胜功德，能令闻者永不退转。这是一种感应，是知一真法界，一尘一毛，无不圆明具德。啊，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现前，差别从哪里来？实际上根本就没差别，差别全在。当然，自己与别人不相干的，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所现的境界就是十八图。一真法界，起心动念呢就变了。啊，变成什么呢？
三乘的境界。声闻缘觉菩萨啊，我们通常讲十法界四圣法界，它就变了。如果还有分别执着，那就变成六道的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本来没有，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全是属于阿赖耶的啊，所以也可以说相宗就是这个说法，世尊应化到这个世间度众生成佛道，就是帮助众生转世成智。啊，就看你能不能转过来。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阿赖耶的，是。只要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做了主，你没有能力支配它，你受它的支配，这就是十法界六道轮回，它变现出这个境界。必须要知道，这是虚幻的，不是真的。你不能说他没有，你也不能说他有。你要说他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说他没有，他真有其事。所以这一桩事情，依旧是宇宙的奥秘。诸佛如来与化身菩萨，他们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凡夫不行啊！凡夫全迷在当中。啊，确确实实，一真法界，一尘一毛，无不圆明具德。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心间。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此地就是。一迷一切迷，一觉一切觉，所以一尘一毛，无一非芸芸过海，见显密圆通，指无上圆满圣觉果德之海，叫芸芸过海。啊，这密宗里的说法，勤其事见，习戒勤见呐，又勤无勤，习成习戒成佛，故曰一切皆成佛。
这个一切的意思非常之广，不但包括一切有情众生，包括一切无情众生，也就是连树木花草山河大地统统包括在其中，这叫一切。啊，说此一句子，这一句话破除三藏十二部心髓，这将教上讲的，是一切经典的心髓呀，核心呢，精髓呀，一切皆成佛。我们想想，有没有道理？有。佛说一切经，就是教我们帮助我们成佛。啊，成佛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观经上佛告诉我们，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真的本来是佛。佛出现在世间，示现成道，说法49年。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皆成佛。啊，这一切两个字里头，包括我们在内，没有例外的。啊，所以是三藏十二部的心髓，道出宗门1700公案的宣旨，啊，这一句“一切皆成佛”是禅宗的宣旨，玄妙的宗旨。执行密宗，大圆盛会大圆满的密意。你看，一切皆成佛，教、禅、密，不但全都包括。而且包括的究竟圆满，那么一切皆成佛这一句话，这个念头，太神奇了，太微妙了，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是密宗大圆满的密，是禅宗宣旨，是教下的心髓。此即一法句，此即清净句。往生论里都所说的，
一法句，清净句。圆满智慧，无为法身。这王僧人上说的，就是这一句，一切皆真佛。本来是佛，本来成佛，只是众生迷而不觉，把佛看得很远，看得很神秘，不知道自己的心就是的。你的真心没有失掉，你的真心没有染污。说失掉，说染污，都是迷的代名词。你迷失了，不是真实了。啊，你一旦觉悟了，立刻就成佛了。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禅定当中开悟。慧能大师给我们的实现是听经开悟啊，听经安静，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入了境界了。应无所住是万缘放下，而生其心是真心现前啊，万缘是障碍，是障碍你不能见性。只要这个东西放下，真心就现前。啊，真心就是自信，自信就是真心，它就现前。真真不可思议。啊，这一句就是清净句，就是一法句。也可称为禅宗所谓之幕后句。啊，最后一句。万德齐彰，一法不离，严丝莫及，唯当莫欺。这一句话意思说不出来，言语道断，心性出明。啊，默然是一念不生，自然就契入。只要一切如，你就成佛了。啊，慧能大师《其如金刚经》的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成佛了。如果在此地听到“一切皆成佛”，在这一句能契入。跟师尊，跟慧能，同一个境界，没有丝毫差别。啊，这个境界里头，一法不离。万德齐彰。啊，自信。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德能，通通显示出来了。彰是彰显，
这万德齐章什么样子？释迦牟尼佛做了详细说明，就是那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明心见性的时候，万德齐章。禅宗密宗里面呢，是一法不离。教下是严丝莫及，未当莫及。莫是寂寞，其是其如，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没入进去，什么原因呢？还有思维，还有言说，不知道思维言说是假的，不是真的。言语道断，什么？心性出灭，就是其如。我们看底下一段，其愿感正，这是求感应，四愿若可故。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祈愿呢，是对虚空诸天神，希望他们散化，来给法藏菩萨。他的48愿，愿愿兑现了，这叫可故。自然感应，大千世界感动。我们看注解，可故，会所愿，可为可成，果为果随，一切长远成就之意。弥陀48愿，愿愿兑现了，这是功德圆满了。弥陀求感应，那做证明。感属于众生，应属于佛菩萨。感是起心动念，应是不起心不动念，
就能应。啊，所以应是自然的。我们敲钟，敲钟时候是感，钟响了，它是应。我们敲它，我们有意或者无意，啊，敲它，它自然就有音。敲得重，声音大，时间长；敲得轻，啊，声音弱，时间短。感应道交啊。啊，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啊，感里面也是有求，也有无求。有求非常明显，无求的我没有起心动念。为什么会有感？语言成熟。佛知道啊，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接受，你能够依教奉行啊，佛自自然然就来了，不是无感，是你成熟那个感，自己并不知道。你要没有成熟，佛来了没用处。啊，必须你成熟，佛来时才管用。此偈意为，啊，这首偈的意思，本愿若能成就，大千世界一切身中。应受感动啊，当现瑞相，现瑞相的有大梵天，有第十天诸天的天神，这就讲欲界跟色界。啊，色界十八层天，欲界六层天，啊，这十四天的天神，啊，十八界加上六啊，24。那么诸天的天神呢，当从空中降下真奇殊妙的天华，以为。啊，为阿弥陀佛作证，证明他的大愿这些愿愿不虚啊。如经言所言，四愿以及勤政要税，这个要就是求啊，勤诸天来为菩萨作证啊，现瑞相，若定可果，定是决定啊，决定成就果德，那么大千应动，空中空余妙华，啊，法藏比丘，求这个感应证明。他的大愿圆满，
末后这一段，果然呢就有因。应念真诚呢，因缘啊，因缘果就满了。佛告阿难：“法藏比丘啊，说此颂矣。”啊，这一段全是用偈颂说的，应时菩提六种震动，真的大地震动，天宇妙华，一山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空中真正赞叹啊！啊，我们看。年老的主席设计才比立即显锐，念界圆融，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说明什么？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啊，一念能现无量界。无量界的能浓缩成一念，啊，一念。现在我们有个概念，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也就是1600兆分之1秒，那叫一念。啊，它不是真有，也不是真无。非有非无啊！念皆圆融，念头才动，就变法界虚空界啊！所以他立即显锐呀，这么快呀、啊！故曰应时。念头才动，那是感，立刻就有因。大地震动，这是气世间的瑞因。啊，法藏比丘有求。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啊，这是有感。菩提六种震动啊，就是因，大地震动。啊，这是气世间的瑞因。羽化、天佑、赞言是有情世间的。瑞音啊，这个就是出生无尽的贤圣过失
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三种周边，在这一节文里头可以看见。第一个，周边法界，说明是它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先后，应时去即可。更赶了，他应就接上了。这个当中。没有时间距离，没有空间的远近，这叫饮食。证明法藏大愿决定成佛，三种周边里面，第二种出生无尽，第三种含容空有。也就是佛门里面常说的心包太虚两周杀劫。这是真心，本来如是啊！我们迷失了，变得心量很小，小到连自己都不能容纳，那什么呢？自信心失掉。这叫真可怜呐！那么这个瑞印证明法藏大愿决定成就，菩提指全世界的大地。六种震动啊，有三种说法。全世界大地有六种震动。第一种，指六识之动为流动。在这个地方，这是佛修常识，六说一说。第一个，佛入胎的时候，大地震动。第二个呢，出台的时候；第三，成道的时候；第四，转法轮的时候，讲经教学；第五，有天魔劝请，将舍性命时，大地也震动；第六啊，入般涅槃。这是一种说法。第二呢？以能动六方叫六动，六种震动。大品涅盘经第一卷首二十四分，故在狮子座，若狮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过度六种震动，东涌西没。东涌是自东方涌出来，在西方没落。西方涌出来，东方没落。南涌啊，断没；
北涌南漠，边涌中漠，中涌边漠，这就是六种。那么佛有这个能力，地界柔软，令众生活跃，是以东西南北中边六方之动啊，称为六动。那么这六种地动，众生知不知道？不知道。佛的神通游戏众生不知道谁知道了？有相当禅定功夫的人知道第三种，动有六相以六相之动名为六动。晋华严经晋朝时候翻译的，就是六识华严最早传到中国来的。一动，地动。起是地往上升往上升涌涌比起更严重更显著震，这是大动。我们现在讲的地震，动起有，这后觉，喉是有声音。那么这下面呢？有解释，动是摇动、摇荡；起是升高；涌是有凹凸；震是有声音；吼是有巨响。觉者觉他，令五觉。上面三说。第一，表震动之时。后二呢，表震动之相。至于普令震动之因缘，制度论第八，又说：佛何以故震动三千大千世界？答曰。于令众生知一切皆空无常故佛似如人于染衣先去尘土佛也如是先令三千大千世界见佛神力，静心柔软，然后说法。是故六种动地。那么这是佛在讲大乘重要经典的时候。先有大地六种震动。然后佛再说经。
啊，这是令听众知道世间一切是无常的，是生灭法。啊，不要去执着。下面用个比喻说，啊，譬如人要染衣，先要把尘土这个布抖一抖，啊，让尘土去掉之后，这布就干净了，才能够接受染衣。那么佛也说是，啊，先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见佛的神力，对佛生起恭敬心，生起柔软心，啊，柔软的反面，刚强难化，啊，柔软，恭敬柔软，就能够接受，啊，这是听闻经教啊，必须有的心态。啊，然后说法，是故六种动地，那么现在菩提六种震动正印法藏大师，就是法藏比丘大千应感动了这个誓愿，为他做证明，佛表今发愿，正是将转无上大法轮也。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戒引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到极乐世界，我们相信弥陀说法无比的善巧方便，能令闻者断疑生信。啊，洗除尘垢，烦恼习气，啊，开悟诸法实相，佛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在此地。啊，让我们了解全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科学与哲学。啊，天宇妙华自然音乐，唐以为天花古月满虚空，加强素云地动表
皆行因，于花呢名必得果。自然音乐正妙乐之土，说法化物也。啊，佛说话说这个说法，教化万物，意味所现诸瑞相中。啊，地动表得果，皆有行愿之因。但皆行也。啊，于花有花则有果，表大愿，必然得果。自然音乐呢，表妙乐之土，并广宣妙法，化物无尽。最后空中赞也，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啊，那么这些连起来。能显示出经文形容的非常微妙。啊，能令我们呢生起信心。有信有愿，就能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